的梦中情人，对，那是本来是助理的台词，对不对？你是对他说的，对，然后呢，你倒我就演，对，所以私下也是要，就是要真，就是要你倒我就演。没想到他真的来倒了，对，对对，所以他一邀我就 OK， 哇，马上就、OK ，真的是太义气了哦。不会累，就是喜欢背台词，喜欢背台词哦。哇塞，就我们都有对手，他还不但不嫌累，还喜欢这件事情哈、哦。好，有没有什么话对导演说？他现在压力好大哦，后天就要上映了。谢谢他也不要拍餐厅，我很高兴，谢谢。哦，谢谢哦，拍这电影他很高兴。啊，你有没有什么话对 Leo 说？谢谢你。那其实我在这边跟大家说，我真的感谢每一个参与这个电影的所有的人啊、我相信我们都为自己上了一课。那我也很谢谢嘉宏 Leo 的妈妈，真的谢谢你把嘉宏借给我。好几个月。怎么了啦？怎么了？你是想到什么点？怎么突然眼眶红了起来，湿了起来？对，这妈妈真的很辛苦。谢谢，谢谢妈妈。三、二、一，起推动。